网民疯狂数落妈妈聪明看待，他说孩子都给公婆顾，请问他这样为什么有资格生小孩？然后呢，你会怎么回他？又没有叫你带。我在网络上 po 了一张照片，他的初吻怎么可以给你？其实，在妈妈心里，他就是一个小孩，而且又不是垃圾，就亲亲哇，假期合理吗？其实我会觉得我还蛮羡慕他这样。你们今天你去找 Peter， 就我一起。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